那哦，现在时间也不知不觉过了20分钟。那我们接下来要上台的，好像在开会。那其实虽然说今天这舞台是开放给所有人，那可是如果说今天大家如果没有这么热烈的话呢，那其实我们的铁花村卧虎藏龙就要出动了。就是可能刚刚在推销产品啊，或者是卖饮料给你们的，或是现在在办公室里面打拼的人呢，都会唱歌给大家听。所以其实铁花村呢，每一年都会举办一个是所有员工的一个一年一度的演唱会，就是表演者啊都是铁花村所有的工作人员，然后一年一度在大舞台售票场，就是要把它其实弄得很大这样。那其实我们很多很多来铁花村工作都是很热爱音乐，然后喜欢这个地方，所以我每年暑假都会有这个活动。好，那今天我就开场到这边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第一位即将要上场的是呢铁花村的村长，他叫做八哥，他是台东阿美族的最壮硕的男人，他叫做八哥。有没有像巨石强森？中文的话，可能在回台东之前都忘记怎么唱。然后原住民的歌也都是会让你这样子，兴奋、放轻松的。听不懂没有关系，可以就把它当作是拉丁文。